里。一桌。拜拜。哎，快进来。你怎么在这里呀？你进来吧，进来，等一下给你说。一桌。房子还可以住的，我收拾一下。你那房子看着太简陋了，怎么可以住人呢？你看这个房子，阿呆。我现在手上没有多余的钱再来租这个房子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都帮你看好。你怎么还在咳嗽呀？好多了，昨天回去我就。收拾，你休息一会儿，我来收拾。